在一天当中，只有在这孤独和沉思的时刻，我才能充分地感受我自己。时间在身上变得缓慢，我有足够的时间一个人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说，让独处的时刻一直延续下去。不再执着没有结果的事，不再满足别人的期待，以真正的我奔赴想要的世界。